Wer bist du? Auf jeden Fall jetzt schon Fan von dir. Wollt ihr mich verarschen? Nee, gerade nicht. Aber keine Sorge, kommt noch. Klär dir noch einmal die Regeln. Leg dich nicht mit ihm an. Melody, Schätzchen, leih mir das mal, ja? Wow. Was für ein Loser. 下车后，莉莉问闺蜜有没有很爽，可闺蜜却说并没有，我只是担心你有没有受伤。莉莉无语了，因为这和她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莉莉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在网上使坏，致力让所有闺蜜互相残害，但她并不满足于此，于是她向恶魔老爸申请出外勤，到人间实操，蛊惑人类。在她的软磨硬泡下，恶魔老爸答应了他为期一周的实习期，只要他在一周内能把这个真善美的女孩变成坏蛋，就能继续留在人间。莉莉欣然接受挑战，刚下车就迎来了小美的熊抱。Es kommt schlecht. Okay, dann. 不跟人类进行身体接触是一个恶魔的基本素养。就在这时，小美的妈妈又突然迎了上来，而这次她还没来得及躲避，就被抱了个满怀。过敏反应让她不断打起了喷嚏。接下来，她将会以转校生的身份在这个家寄宿一周。饭桌上，小美一家不仅非常热情，还非常包容，简直完美具象化了幸福一家。这让莉莉有点恶心。小美在收拾时，她当着小美的面故意手滑。Oops.声音吸引了家人的注意，莉莉本以为小美会指责自己，没想到她一点都不生气，甚至还维护了自己。Tut mir leid, das gute Geschenk von der Oma, ich bin so ein Trampeltier。小美爸妈也一点都不生气，反倒安慰起了她。可莉莉不死心，继续挑拨小美。她拿出了一条限量版大牌裙子诱惑小美，可小美却根本不为所动，这下有点尴尬了。莉莉打开小美的衣柜一看，全是老妈牌针织衫。简直土到姥姥家了。就在他嫌弃小美衣品时，却意外发现了衣柜里贴着一个男生的照片。很明显，这肯定是小美的暗恋对象。第二天，莉莉就直接找到了小帅，用200块收买他，让他和小美谈一场甜甜的恋爱。两天后再无情的甩掉他。被男神抛弃后，小美肯定会因为极度的伤心绝望而走向堕落。看着小帅开始行动，莉莉打算坐等结果，可转头却发现大山正在盯着自己。他一脸坏笑，好像在说我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一样。小美直接跟了上去，可还没等她和大山说上话，麻烦就找上门了。校霸带着小弟来找大山算账，要回手表。大山一脸不屑爬上了屋顶，这可把莉莉逗乐了。校霸看莉莉这么嚣张，直接让小弟去对付。莉莉收起了笑容，轻松拔掉路牌。直到这时，小弟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莉莉毫不费力干倒两个弱鸡，剩下的校霸也只能夹着尾巴跑了。一次偶然的英雄救美直接打动了大山，大山带莉莉去教堂看了海。第一次看到大海，莉莉内心很触动，因为她从小都被关在地狱，没有见过地狱以外的景色。然而就在她沉浸时，大山毫无预兆地吻过来。小美吓得落荒而逃，回到家后，她赶紧掏恶魔球，本该纯黑的恶魔球竟然闪着粉色的亮光。恶魔球是老爸给她的，用来监测她的情绪温度。一个合格的恶魔必须让恶魔球永远保持纯黑。就在莉莉头疼时，老爸突然来电话了。莉莉赶紧旁敲侧击询问老爸，恶魔会不会爱上别人？老爸表示在绝少数情况下是会的。Und verliebte Teufel sind nicht mehr zu gebrauchen, weil die so schwach und gefühlslosig werden。这让莉莉焦躁不已。为了转移这种不安，他直接在小美家人面前爆出了他恋爱了。本以为小美爸妈会严厉阻止这种行为，却没想到他们一脸祝福，甚至表示对方是男是女，我们都不会干扰。小美有点尴尬的逃跑了。莉莉趁胜追击，明天的约会对你来说很重要，想要给男生一个好印象，就不能穿你奶奶的衣服了。小美表示赞同。很快，在莉莉的一番操作下，
小美从土包子变成了街边小姐。小美表示妈妈绝对不会让她这么出门的。莉莉继续蛊惑，你已经到了可以决定自己穿什么的年纪了，别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早点脱离父母的控制。在莉莉一遍又一遍的劝说下，小美被成功洗脑，她第一次感受到拥有一个朋友的感觉。果然第二天妈妈强烈阻止小美这样穿出去，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了，莉莉开心不已，可她终究还是小看了妈妈这个角色，最终两人被迫换上了奶奶装。叶玛丽 ，Oh my God， 你哪里有了吧？莉莉恨铁不成钢，想让小美学会反抗。再告诉你，你再告诉你 ，Also wie Funken Selbstachtung， wieso lässt dich dauernd von diesen Oschis niedermachen？ Also ich schwöre dir， an deiner Stelle hätte ich den beiden schon ordentlich das Makeover verpasst， und zwar so。Was benutzt du für ein Shampoo？ 莉莉不理解为什么小美的妈妈这么反对自由穿衣。小美表示，妈妈说过定义一个人的应该是个性，而不是穿着。但作为一个青少年，小美何尝不想体验一下被追捧的感觉，享受一下那种被人关注、被人崇拜的感觉。为了帮小美解决掉自卑的问题，莉莉又开始行动了。她先是给小美拍了几张样品照，然后迅速 P 了几张图，告诉两个辣妹小美的妈妈是纽约最有名的设计师，一顿忽悠。她身上穿的这件毛衣现在更是一件难求。眼看辣妹被洗脑成功了，莉莉赶紧透露，现在这件毛衣只有小美能搞到。很快，辣妹们迫不及待地找上小美，态度来了个360度转变。小美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追捧的感觉。第一次约会，小帅约小美来看他们的组合表演。由于小美一直在唱诗班练习，一眼就发现了组合的缺点，而这让小帅对她刮目相看。渐渐的，小帅被小美的人格所吸引。另一边，大山被莉莉拒绝后依然不死心，他约莉莉去看海。这次莉莉没有拒绝，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海，莉莉很兴奋。海浪拍打着脚掌，沙子柔软细腻又略显粗糙的触感。他们在海滩嬉戏打闹着，累了就躺在沙滩上。人与人建立起的感情是如此美妙，这一切都让莉莉感到很愉快。可当她看到手机里传来老爸的20条短信后，莉莉瞬间慌了，她再次逃避了。回到家后，小美告诉她自己真的爱上了小帅，她很感谢莉莉为她做的一切。莉莉听完竟然有点愧疚，她欺骗了一个善良的人，欺骗了一个信任自己的人，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告诉小美真相。第二天，莉莉找到了小帅取消交易。Zu deiner Info, das habe ich gar nicht vor. Ich mag sie nämlich. Und dein scheiß Geld kannst du auch wieder haben. Hier. 最后，小帅把事情的始末都告诉了小美。小美一脸难以置信。Fahr zur Hölle, Lilith. 这是莉莉第一次在小美脸上看到了失望和恨意。她伤害了小美，这本就是她来人间的任务，但是此刻她却开心不起来。就在这时，大山约他去海边。大山当着他的面把攒了很久的车票扔进了海里。曾经他疯狂地想逃离这个无聊的小镇，去大城市寻找刺激，因为爱上了莉莉，他会留在这里好好完成学业上学。莉莉很愤怒，一个坏人因为自己变好，对恶魔来说是耻辱。大山的转变让莉莉意识到自己的改变，他害怕改变，也害怕回到地狱，于是他把所有情绪都倾泻到大山身上。Dass ich dich kennengelernt habe.那 das Schlimmste, was mir jemals in meinem ganzen Leben passiert ist. Nur wegen dir bin ich schwach und gefühlsduselig geworden. Das war's. 这番话彻底伤了大山的心。莉莉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感情，她找到了小美，向她解释了一切。她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和大山分手，但七天试用期将到，她也就要离开这里了。小美第一次看到如此无助的莉莉，于是她决定帮帮她。明天就是学校表演了。小美计划给莉莉一个惊喜，莉莉的恶魔老爸也来验收她的成果。Und hast du jetzt deine Aufgabe erfüllt? 此时，讨厌的校长正在激情演讲，但 PPT 上的照片早就被小美换成了丑照，顿时惹得台下轰然大笑。接下来是校长儿子的内定表演，可表演到一半，他们开始疯狂在台上异变。原来小美刚刚在他们的衣服上撒了痒痒粉，最后他们受不了了，落荒而逃。接下来是小美三人组表演，他们浓妆艳抹，穿着改装过的奶奶装表演艳舞。看到这一切后，恶魔老爸很满意。小美和曾经的真善美简直判若两人。Ich bin beeindruckt. Das hätte ich dir nicht zugetraut. Selbst erfahrene Teufel sind nicht vor der tückischen Gefühlswelt der Menschen und der Macht der Liebe gefeit. 他终于认同了莉莉的能力，允许她留在人间。恶魔老爸走后，小美冲上来一个熊抱，让她赶紧去追爱。莉莉骑着单车飞奔寻找，最后在车站找到了大山。大山似乎决心要离开这里。这次莉莉终于说出了真心话。Ich glaube.Ich glaube, dass ich mich in dich verliebt habe. Meinst du es ernst?
bist echt ein Freak. Ich weiß. Aber ich auch. 毫无疑问，大山也留了下来。他想装酷，一把烧掉车票，但耍酷的事情还是交给恶魔吧。